这个策展精神，然后一直讲到说 DNA 这个概念，大家一定都会觉得说 DNA 它不会骗人的，也就是这个我们与生俱来的基因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这次 D 它就是 design 设计，然后 A 就是艺术。那 art， 那希望大家可以领悟到说，为什么我们说这种设计的基因，每个人一定都会有，因为它不是只是一个艺术品，它其实存在于生活每一个当中。这次的主题当中，我们有一个有点像是我说时光隧道，你可以看到时间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很多时候大家觉得一些艺术展览会有一点距离比较遥远，所以希望透过这些展览，然后透过这个互动的一些模式，大家可以感觉到说，我自己能够发想创意，不是只是看展览，而是我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展览的其中一部分。当你的想法能够落实呈现在眼前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。